的装扮没有错，我们隔壁的阿花新的歌要送给我们所有的粉丝，以及我们的老师，还有我们的小朋友了。这首歌非常的轻快，在毕业典礼呢，非常适合拿给我们小班的小朋友来跳了。那最后我们要来送我们的礼物，哇、哦，这次的礼物，噔噔，是我们漂亮的包包。这个包包是哪个厂商给我们的嘞？精美皮件。答对了，精美皮件呢，这次总共送了三个包包给我们的粉丝。这一次呢，我们要赠送的包包是由我们精美皮件所提供的后背包。这个后背包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它总共有四层，有四个拉链，旁边呢也有放置水壶跟小雨伞的一个空间，可以说是非常实用的一个后背包。看完我们的包包之后呢，我们相信各位粉丝一定非常想要问，这是一个四个拉链的一个包包，非常的实用。想要拿包包的注意我们影片的规格喽。那再次谢谢各位粉丝们的支持，下次见喽，拜拜，拜拜。